冰波轻云，波波歌星。接过关公戏偶，侯友宜露出超灿烂笑容。他信仰关公，可是政坛公开的秘密。我大概个人收集了有六七十尊左右，那是从我当刑警的时代就开始收集的。侯友宜多爱关公，从办公室收藏的关公像就知道。比如这座大型木雕关公是大师康木祥赠送的，这座站姿关公像则是前警政署长丁元敬交接给侯友宜的礼物。他搜集的关公各种姿态都有。关公是武财神，他第一个他是正义的化身，所以县市长的选举，包括立法委员，包括议员，为什么要请关公？代表说我是正义的化身。民俗专家说，不同姿态的关公可有不同意义。坐姿关公像适合居家摆放，求财求吉利，但注意手上的书不能打开，否则破财。政治人物常拜的关公则以站姿为主，象征击退敌人更上层楼。较少见的是骑马关公像，适合要出国发展的人拜。我是选举期间，通常比较不会说拜关公是坐着守月春秋，还是双帝，所以他冲锋陷阵，所以通常被拜关公。关公是站的，但他的青龙偃月刀是要斜立往下向内。对我来讲是重点。精神的支持代表一个正向力量，敢承担，敢往前走。何时要选侯友宜始终不松口，但一句说要效法关公精神，勇于承担，他的下一步关老爷似乎早有安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